天都是一样的事情。令我比较深刻的话，就是他偶尔有拿出那个之前拍的信息啊，拿出来看。有时候也会看看那个墙上奶奶的那个照片，所以又觉得说还是蛮心酸的。那一个人的话，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帮他，有时候他自己想要把换季的被褥啊给他收起来，他就自己拄着一个拐杖，然后把那个被子提到楼上去，就看那些画面，就觉得特别的那种，挺无助的。家里面他都是很要强的那种，就是从来有一些病痛都不会讲的，但是奶奶生病之后他就性格变得很温柔，然后就都会哄奶奶啊什么的，然后后来奶奶走了之后，爷爷就一下子就落寞了很多，然后奶奶走了之后也就那时候是见爷爷第一次哭。还是希望多呼吁那些就是家里有老人的家庭子女们，就是多回去照顾老人，然后就是去要么是把老人接去照顾，或者就是回家照顾老人，毕竟老人都最后没几年了。